青のランニング韓国のピョン・チョンイル選手。判定はピョンソンを引っ付ける反則で減点され、クリストフ選手が対抗ります。ちょっとエキサイトしています。おっと、セコンドジムから抗議が出まして、リング上荒れています。椅子を投げ込みまして、騒然としています。コップの水を浴びせるなど、まあ、大暴れになりまして、まるでプロレスのような対談となりますね。昨天我的球队是在我们酒店七楼的走廊完成了半个小时的训练，这是我在我的三十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。参加过15次冠军杯的联赛，包括亚冠和欧冠的联赛，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无理和冒昧的行为。那是他们可以控制的，因为每次到了我们打这个顺风的时候呢，风就特别大，空调就开得非常大。到了第二局一打到他们是顺风的时候，风调马上就把空调关掉了。成龙的打法是控底线，所以他控底线为主，如果风很大以后他很难控制住底线，这样的话呢他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技战术风格，明显坐在场地里感觉到空调关掉了。等到第三局再一换场地的时候，明显的感觉到风很大，你看到上面的旗子就可以看到旗子在吹，吹与不吹你看到那个就知道空调是开始关的了。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比赛，我觉得我们打到这个份上，我觉得也是算是正常，并不是输在纯粹的技战术上，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，输在的可能是那种非羽毛球技术上，对，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素出现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